好，谢谢您。那可能先交代一下，为什么从台达一般建筑中心变成和平科技？那其实道理很简单，就是台达决定它要 focus 在它core strength 上面，所以我们的这个一般建筑中心的员工就自己出来成立这家公司，然后就把业务全部往下接收过来，就是这样，这么简单。那当然我们又做了一些新的东西，待会我们会跟大家介绍。 那今天我要讲先讲开源硬体，那这个部分的话呢，我们先看，大家都是做开源软体的，我们看开源软体到底有什么好处。第一个是 source code 分出来，别人可以验证，看说你到底是不是做你该做的事，然后别人可以从中学习，然后可以协助你改进，然后帮你 debug， 然后可以 contribute 回来，然后可以增加其他更有价值的元件上去。 那它也许是免费的，但是不一定 ，open source 跟 freeware 是两回事，你可以 open 不 free， 你可以 free 不 open，但是呢，大家拿到了这些 open source 的software都做了些什么事呢？对，这个很多人检查了这些，是不是该做的事，然后学习改进 ，contribute 等等，但是呢，有很多人就是设法拿免费的东西来赚钱。那这发生在什么情况下呢？很多大系统，都有这个状况，像我看到今天很多人说，哎。 这个 Hadoop 我怎么样赚钱？然后我就是买了 Hadoop， 买了一些机器，装了一些 Hadoop， 做成一个东西，然后利用我这个的 labor 做好的这件事情呢，拿来卖一个 clients。那或者是说拿了这个 OpenStack 啊、Dev 啊等等改一改之后呢，装成一套系统，说哎，我来卖这个 clients 来赚钱。那其实是我觉得这些都没有发挥到真正的价值，真正价值在上面的级别。 那今天我们来对比一下，是 open source 的 hardware 它能做些什么事？它是不是能让别人检查你做了该做的事呢？你有没有把电路图都公布出来？你 IC 里面的电路图，不只是外面的电路 ，IC 里面有没有公布出来让人家检查的？很多都没有。你只能信任说这个 chip 它的 spec 说是什么，然后它有照做。那别人从中学习，能够学到多少东西呢？ 我们做软体的时候，有很多小东西，你看了一下就马上学到。但是硬体那么大一个电路图，你看了半天，你会到底能学到什么呢？然后你有办法帮他改进吗？恐怕不会。那别人增加其他有价值的元件呢？也许可以做得到吧。但是所有这些事情，它都没有像 open source software 那样子，提供了这么大的价值。那还有一点很重要，硬体不会免费。 再怎么样，你总得买个测 test kit 来测。你不是说上网当一个东西回去你就可以测，除非你是很小的电路设计，你用 spice 就可以测的，你用 free 的 spice 去测。OK。那最主要差别在哪里？软体呢，你只要有 source code 你就可以玩 ，compiler、 execution environment、 OS 你都可以拿到免费的。你每增加一份不会增加你的成本。硬体呢，你至少得买人工版。 每一份都要钱，所以在人员，就是说在这些有兴趣的人在研发上就会有相当大的差别。然后软体呢，不管你用的语言怎么样，本质上都是 Turing machine， 你的 algorithm 都通用。所以即使说你不是那个语言专家，你看了它，你可以学到怎么做这件事情，然后你可以用在别的地方。我们当年在做组合语言的时候，甚至这个 Apple II 的这个。 Files 当不出来，我们都可以看着它学到很多东西。可是硬体呢，不同领域之间的差异是很大的，你很难去看了这个就学到很多东西，你还是要回头去念书，把基础打好。软体很容易模组化、抽象化，data encapsulation、 functional encapsulation、isolation 这些都可以做得很好。所以呢，我改了一个地方，不会影响到别的 module。硬体就不一样了。 你的耗电一定要考虑，你的散热，寄生电容电感，然后你的辐射互相干扰，线路之间两条线路交叉经过就会干扰，还有你实体空间大小一定要考虑进去，你不是随便改一改你就可以测试。那硬体就叫 tape up 刚才有做半导体的朋友，你一定要经过这个程序，你才能够知道说到底做得好不好，所以没那么简单。而且呢，软体你每一行 source code 都看得到。 如果真正 open source 的话，那有些公司它会有一些 module 没有 open， 那些我们就暂时不去批评它。
那硬体的话呢 ，IC 内部你可以看不到，没有人把 IC 内部公布给你的，所以那个部分你还是学不到、感不到、有问题、修不到。那其实说起来，我们早就有开源硬体了。大家早期在中华路买电子屏，这里可能没有年纪那么大的，那或者说你去买任何套件啊，像现在市面上还是可以看到很多这种套件，电路图都给你了，就是一个很好的学习的一个过程。啊，或者说以前我们那个电子学比资讯红的时候，很多杂志会公开电路图让你去学，这种 open source 它会是早就有的了。啊，那可是现在很红的 open compute 它不是开源硬体，为什么？它只是公开规格，它没有公开 source。那大家请问有谁看到了里面那些主机板、那些 storage 它的电路图长什么样子？没有啊，它只公开一个规格。那这跟公开招标有什么差别？招标我一样开一个规格。那而且这些规格呢，还是只有大用户使用。对于我们一般使用者来讲，我想要改一点，我想要加一个对我很有用的东西，我没办法去改，没办法去加。那结果是什么？是厂商降价，那大用户省钱，小用户还是买得到。这一次 OCPP 在台湾成立的时候。啊，这不是我讲他的坏话，是他自己讲的。微影的总经理，那他说当初这个 Facebook 强迫他要 open 出来，他也很愿意。啊，其实他有什么好不愿意？原来是广达在做这个生意的，广达被迫 open 出来，所以你可以做你想要的这个生意。啊，那现在看到你 open 出来，所以他还是讲了很多场面话，说，哎，这个以后是有好处的。但是基本上造成的结果是什么？就是 Facebook 省钱嘛，因为广达只好降价，然后微影现在，然后赚的钱还是。比原来少，对。那广达当初也是从 HP 调手上抢下来的，所以，基本上就是说，变成一个公开标准之后呢，大家都可以来投标。那现在大陆也玩这个游戏啊，百度啊，这个腾讯啊，他们也搞一个天蝎计划嘛，同样的要求各厂商 submit proposal， 然后呢，他们就把里面最好的规格集合起来，要求大家都可以去做。结果就是台湾厂商自己杀了血流成河。而且呢，真正要做开源的话，你厂商自愿把它开放出来就好了，我不需要一个组织来做这件事情。所以真正的开源硬体是像什么？像 Raspberry Pi、像 Arduino 这种，我就开放出来，这个电路给你，你用你自己去做，随便没有关系。只不过我做好这个套件，你如果愿意给你方便，你愿意买来跟我买，上面呢我界面都有，你可以去加很多东西，这才是真正的开源硬体的精神。好，那接下来讲第二个主题，开放资料。不过这个早上已经讲过很多，我就不多说。但是主要呢，同样的，我们来比较一下，跟 open source software 一样，那别人可以检查你的资料到底是不是该用，是不是对的，别人可以从中学习，可以协助改进，然后可以增加其他有价值的应用和资料，当然它一定要免费。然后很重要一点是，它要开放原始资料，没有修改过、没有修饰过的资料，才能够达到这些用途。所以，请大家千万不要发包给任何厂商去做任何网站、网页，通通都不要。就像我刚刚讲的，你乖乖把资料库交出来就好了。好，那接下来要讲的是我们的一个新产品。对不起，这东西没有写到议程里面。那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昨天凌晨才终于把专利发了出去，现在才可以公开讲。那这个东西呢，同样的，就我刚刚讲了几点，但是目前我们能够做到的这一件事情，就让别人可以检查谁做了不该做的事情。那这个网站是 EVI 联系单位我们登记的，我们叫做台湾搜证云。那我们为什么会想要去做这个东西呢？我的监视器怎么黑掉了？我们会做这个东西，就是因为监视器黑掉。我今天身上穿的是我们公司做的第一件 T 恤，特别做的纯白的。那这件事情发生到现在一个月，大家在想到追究责任归属，到底是谁的错？那已经有很多人在追了，我觉得我不需要去多花这个精神。我想到的是什么？是
台湾还有成千上万的董仲秋，我们以后要怎么办？所以我想的是如何防止它再度发生。而且呢，这个范围不只是军中的霸凌这些弊端，还有学校啊，还有职场，还有性骚扰，还有家暴案，还有黑道恐吓，甚至没有那么严重的消费者纠纷啊，或者商业谈判的过程啊，我都需要证据。而且为了这个红灯这个事情，大家也许发动革命，但是革命也只解决了前面这一件事情啊，那些后果我们不一定能承受。那其他这些人怎么办？我们可以说制度改革是一个根本的方法，但是改革制度需要很久。那在制度还没改好之前，我们这些小老百姓怎么自保？那最常见的就是录音存证了。然后我们在昨天已经看到录音存证的威力了。那录音存证怎么做呢？通常就是这样子，我准备一个录音笔啊。然后或者是智慧手机下载录音的 APP， 然后呢，我就去录音，然后下载下来，上传出去，继续爆料。OK， 最简单的程序就是这样子，大家都会做。可是这中间有很多问题，我不一定做得到。录音笔，也许我平常没有去买，因为没有想到我会做这件事。那临时呢忘带，或者是它没电，或者是打成满了。那智慧手机有 APP 没说啊，我还没下载。那甚至更严重，这些东西它不准带进去。对，大家都知道这是什么。然后呢，然后你录好了，也许你被他发现，被他抢去，湮灭证据。那等到你要下载的时候，这个到底是这个 APP 到底把档案放到哪个目录去了？找不到。然后呢？你存在你的电脑里面，别人来 hack 把它删掉了，或者是说别人就是到你家把你的电脑也毁灭，怎么办？那甚至更严重的，你这些证据都存好保管好了，甚至 upload 到 Dropbox 了，可是你出事了，别人不知道你有什么证据。那或者等到你要爆料的时候，要给谁？你还得查到底要寄给谁？然后甚至最严重，你把这些证据都弄到法院上了，你还说你变造，说是你伪造的。所以怎么解决呢？我们把这些过程全部去掉，一通电话就可以做所有这些事情。那怎么做啊？你不用事先登录，因为等到你出事的时候，谁来得及去登录？谁想到会发生事情？就请你直接打我们这个专线电话0973987995。那这个号码怎么来的？我原来想说这个救救我嘛，那就问了电信上说你有什么结尾救救我的这个电话号码可以给我，然后他查了半天之后就这个号码0973987995。那我就在找谐音啊，怎样比较好记啊，然后就想了半天在那里上就要。结果昨天我们同事说那你就起菜了就给切。那这通电话呢，打通我们就会开始录音，录到来，自动存到云端，你到你电话挂断为止，目前有个时间限制2个小时，这是电话公司的限制，每通电话最多只给2个小时，如果你要收证，大概收2个小时够了，你不用付我们钱，你就付你这通电话费，你本来该付到电话费就是多少电话费，我们不跟你收钱。那这个录音档你怎么拿呢？因为也许你有电脑，也许没有，小市民或者劳工，也许他没有电脑，他不知道怎么下载。但是呢，你就传一个简讯，995，传到这个专线55818，收10块台币，比 COCO 差便宜很多。那我就会回传一个 URL 给你，还有密码。你简讯你就可以把这个 URL 密码，你就转发给朋友、记者、律师，随便，这个URL就可以拿来下载这个录音档，你现在可以试。然后，如果你要下载前一次，如果你录了很多，前一次你就传9651，两次就9652，第三次就
那因为我们要回传简讯给你，这个要写，所以这个服务你一定得设给公文，对 ，OK。好，那如果说你觉得这样还不够，对，你可以来登录，登录很简单，你看99500到5500吧，我们就回传一个密码给你。那你就到我们这个网页 ebi.tw， 你的手机号码就是你的账号，那刚才那个密码就是你的 login password， 然后你自己再去改密码就好。那忘记密码你就再做一次，就900，你的手机就会收到新密码。OK， 登录完以后你可以做什么事？第一个你可以看所有录音记录，然后第二个你可以选一个录音档，然后你说我要下载，我要听，然后我要，或者是我要寄给一些预设的信箱，寄给剪标或者爆料专线，或者自己设立一个信箱。然后呢，媒体可以来跟我们申请说登录他的信箱，所以在那个待会的画面就会出现他们的 logo。然后这部分呢，当然就是他们需要付我们的赞助费。然后很重要的是接下来的功能，使用者可以有保密设定。我如果三天内没回来，就请你把档案寄出去。那甚至呢，你可以说我还没录，但是下一笔录音进来就请你把它寄出去。你也可以设说下一笔录音进来你放着，如果三天内我没回来的话，就把它寄出去。还有一点很重要，这个系统完全没有删除。所以就算坏人 hack 你的卡，或者抓到你拿枪比着你叫你把删掉，你也没办法删掉。那同样的，我们公司的员工呢，第一个不准去看内容，第二个呢也没有删除指令，所以抓我公司员工也没有用。那唯一可以删除是怎样？法院命令说这个录音有违法的地方要删除，那么必须是人到资料中心里面然后坐在资料中心里面的console，然后经过一堆特殊的程序那反正要操作很多东西，然后才能把它删掉。那所以呢，你抓我也没有，所以没办法删。那未来呢，我们可以有一些其他机制，像刚刚讲到那个简讯那个简讯，对不起，目前只有三大，中华、远传跟台科大可以用，另外两家目前不能用。那还有市话目前不能用，但是呢，我们会给一个信用卡的录入机制。你用信用卡储值，那这几家都可以用，又不用传简讯，那个10块钱的，那个比较贵，以后我们用信用卡会更便宜。然后呢，你可以把你现在已经有录音档上传保密，然后设定几天内要把它寄出去。然后我们会做智慧手机的 APP， 你用 APP， 如果你有智慧手机，你用 APP 直接录音，就可以打电话更便宜。然后以后也会有视讯。然后呢，还可以自动帮你备份到 Google 跟 Amazon。这样更有公信力，因为他们的 timestamp 是连我们都不能改的。然后我们可以提供商业服务，会议记录啦，然后语音识别帮你自动转换你字档啦等等。然后对于证据力，我们以后可以加上同源认证、同源加密，数位认证，证明说这一段档案的确是什么时间上传的，然后你也可以加密让别人不能随便去听，然后这个加密的密码，你另外可以找一个这种所谓 key escrow service， 如果你几天没去登录，他就把这个密码寄给谁这样子。然后还有呢，我们现在有存证器，但是没有存证电话，我们可以提供这个存证电话服务，证明我要打电话给谁说了什么事情那甚至黑盒子，甚至要留遗嘱也可以。黑盒子是怎样的？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我就一直开着。可是呢，如果手机快没电了，就证明说，我可能要发生问题了。就把这个资料送出去这样很多种不同的模式都是以后我们要加入的功能。OK， 那最重要的 demo， 我们来看看现在有多少人。我插了这一条两组的专用这一条，不过看起来好像不怎么痛好，如果这样的话，我们看看。为了电话师，我要来霸凌你一下。大家可以顺便提问。对，请大家在这个时候可以提个问题，要提问。
你好，刚好提到就是前面有提到就是有关于开源议题嘛，没错，现在很多就是平台说他们是开源的，但他们议题本身不是开源的，因为说实话 ，IC 可能就是 Vulkan IC 啊，或者是用 Uncle， 就是用 ARM 核心的 IC 好。那其实这边会有一个问题是，第一个就是有关于议题开发方面，它所需要的入门门槛其实非常的高。那这个门槛其实如果对一般有兴趣的人来讲，那是可以克服。但其他门槛就是软体的取得，然后硬体设计的设计。对，国外现在有一个网站，他们专门发就是个人所设计的一些硬体，像例如像是 I2C、SPI 这些硬体的设计都已经 update 上去，但是国内其实没有这样的机制。那另外，国外也没有厂商去把他们的 IC 公布出来，就算它已经倒闭。那比较有趣的现象就是，国内厂商其实很多都是用 Core 来的，他们是去模拟面抄来的。比如像传统的，从最早之前602到现在的8051之类的，都是 Core 来的。哦，那他们不公布原因，可能是有一个原因是核心就是 Core 来的，另外一个是对他们来讲，有些是他们的 know how， 例如 ABC 是他们的 know how， 或者某些设计他们的 know how， 他也没有这种分开。那比如说，他如果产生问题，是由因为我是传统开发者，就是由我们开发者做承担，然后他们再推出下一个再来卖。OK， 那现在出来的问题是，如果我们自己有办法设计，我们可以提出问题啊，当然我们可以直接给别人。那但是国内的厂商当然就是比较封闭，他就不会去开放这个部分在，就是我们自己也没有软体，我们有空有技术有能力，但是我没有软体，甚至也没有一些很基本的怎么有人带人入门。那不晓得，因为目前都是以国外为主，台湾目前好像还没有这样类似的 group 跟类似这样的平台给我们去上传我们资料，去了解到我们的设计这样子。好，谢谢。